我的名字是一种鱼，我爸真是的，怎么让一个漂亮的女生变成一只鱼？ Emma， 哇，这么大哦！你长大现在几岁？我现在17岁。17，当年？当年4岁。4岁，哇，13年前。哇，哦，长大还是那个。哎，真的，一路漂亮上来耶！谢谢。哦。一位童星的照片，请看。哎，他很红哎。哎 ，Ella 吴若瑄，他好像演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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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有印象，他这个他是演什么？现场先看吗？飞鱼高校生。来呀，我们先看看，我们先看看，好不好？来。我叫高海飞，你叫什么？我的名字是一种鱼。我爸真是的，怎么让一个漂亮的女生变成一只鱼？是鲷鱼。鲈鱼还是鲨鱼啊？别乱猜！这样好了，等你学会蝶式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说。哦。欢迎吴若瑄 Ella。Ella， 哇，这么大哦！哎，你好，我叫高海飞，你叫什么？我的名字是一种鱼，我爸真是的，他怎么让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变成一只鱼啊？一种鱼？那你是鲑鱼、鲷鱼、鲈鱼，还是红鲤鱼与绿鲤鱼与你与驴？你不要乱猜了啦！那你是什么鱼？我是。哪里的鱼？美人鱼。哦，美人鱼。对 ，Ella 是混血的是吧？对。爸爸。爸爸是简称美国人。哦啊。所以爸爸也是混血。对，没错。爸爸也混，所以到你已经是1/4这样吗？我爸是混英国、瑞典、德国，然后我妈是台湾人，所以我是英国、瑞典、德国、台湾。哦。但是他这个美国的成分比较高啦。他没有美国血统啊？对，但是他在美国出生，所以他的护照是美国的，简称美国。难怪要简称。对，懂了，太复杂了。欧洲啦，欧系欧系。然后那个到他们可能举家迁到。那个美国之后才生，然后落地。哦，啊，你当年怎么是什么样的机会，怎么会找到你去拍这个广告？其实是我哥户外教学去摄影棚，然后有一个经纪人看到他。户外教学去摄影棚，对，很神奇，超神奇的。有个经纪人看到他，对，然后就找他去拍一些 model。说你要不要当童星？对对对对。所以也有是真的，哥哥也是童星，因为外面那种骗人的很多。对，哥哥也很帅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那小时候婴儿肥的力很严重，哎，好可爱。然后我们就去有个试镜，也就是这个平面广告，这个 Cloudy Cupcake。然后我就坐在我妈的腿上，然后那个 casting 就叫我下去拍一下，也相中你了，看到你可爱，对呀，对。对，然后我是后来才发现，我是把别人的位置抢走，他们已经找了一个女主角。啊，因为觉得你更适合，太可爱了，就找了你，这样太可爱了。OK， 不会，你长大现在几岁？我现在17岁。17，当年？当年。4岁，4岁，哇，13年前，哇，长大还是那个，哎，真的，一路漂亮上来耶，谢谢。哦，今天有带来才艺表演啦，对，什么样的表演？花式滑轮，来来来，直接看他的表演，溜进你心里。哎呦，哇哦，小女孩。Down my alto saxophone, yeah. Buck jumping down on a boulevard. I couldn't wait to blow my own horn. Ooh. It ain't wrong for you to play along. Playing this song till you die. Come on, come on. Yeah. In this world with a lot of problems, all we need is a little love.
生哎，不能随便让人看到你的眼泪。如果你真的想哭，那就到水里面哭。就算你哭得再大声，大家都看不见、听不见。我连憋气潜水都不会了，怎么在水里哭？反正我就是不会游泳。怎么可能？每个人还没出生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会游泳了。来，我教你。把手给我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再大力一点。就算你将来忘记我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。高海飞同学，我在此册封你为美人鱼的王子，你一定能做得到，而且做得很好，我相信你。这是我妈妈做的项链，世界上只有一条，送给你。这么宝贵的项链你要送我？我怕我以后真的把你忘记了，以后你带这条项链来找我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好，下个月你参加比赛，我就带着它帮你加油。不管你到哪一国参加锦标赛、世界杯，我都会在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